开始。iPhone 5保护壳，移动电源，说明书，iPhone 5，把 iPhone 5装到这个保护壳里面去，哇，自动吸附，按一次按钮，显示充电，长按按钮，停止充电，iPhone 5充电线，对移动电源进行充电，显示灯呈流水状态，充电正常。Okay.